见人，怎会如此？他明明说肚子饿，附近的市镇应当只有秦川。阿强，可有看到那人？莫非他根本没有来秦川？不行，先冷静下来。市镇不比野外空旷，寻人反而不易。这不是百里少侠吗？您不记得了，小的是苏家扫大院的王顺呀，这是出来置办晚上灯会的东西呢。说起来，我家少爷终于从翻云寨回来了，老爷、夫人和少夫人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对少侠的恩情那是感激不尽。老爷还惦记着少侠怎么不同少爷一起回苏家取酬金，如今倒好，叫小的在街上遇着了，小的可一定要带老爷将少侠请回苏家坐上一坐，就不知您能不能赏脸了。身上余钱不多，先拿酬金亦可。阿强，若有发现速来找我。这鸡听得懂人话，我眼花了，还能飞这么高，什么飞机啊？不走啊？哦，就走就走，老爷见了少侠定会十分开心。难怪百里少侠能够荡平翻云寨，单看他养的鸡这样不同凡响，就知道英雄出少年。你们真的不要银钱？婆婆说这里换什么都要花钱的，吃饭一定要给钱。小姑娘说笑，乞丐做的就是那无本买卖，找别人白要饭的，分你一碗哪还能收你钱？再说你要真有钱，犯得着和咱们挤在一块儿吃吗？这饭好吃，不比用钱买的差，量又足。你这小姑娘是哪儿来的怪胎？老子行乞十几年，还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夸残羹剩饭好吃。是说还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，在哪儿？真想吃好的，就等着夜里的灯会吧，大伙一开心，施舍的就多，好货也多。前些时候听说有人在城外被翻云寨的妖怪掳走，出了这么件惨事儿，县太爷下令今年的灯会就不办了，还好那些人又被救了回来，这才重新张罗起来，顺带庆祝那山贼窝叫人给端了。当真？谁那么大本事啊？衙门里的贾大丹、吴勇说是他们俩干的，老子才不信，那俩家伙像是能干大事的人吗？唐家老爷也说是有位少侠救了他们，老子看那姓贾的、姓吴的分明是想抢功。
你们说的灯会是什么？你没见过？就是一群人在一起放花灯看杂耍，年年都看也没啥意思。不过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倒是个个喜欢的紧。那我晚上也能来看？当然，尽管看。小姑娘是担心没钱吧？只看看，不买花灯，不猜字谜，一个铜板也不用花。要说今晚灯会，还有件不得了的大事儿，听说没？孙家闺女要抛绣球招亲了。孙家，金川第一富商。还有哪个孙家？可惜老子年纪一大把，没脸皮啃嫩草，不然娶了孙家小姐，荣华富贵享不尽啊，享不尽。哎呦，不撒泡尿照照，就凭你那德行，年轻个十岁也没指望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虫子？好像有半年没洗澡了，也难怪。哎，小姑娘真好眼力啊，连跳蚤都能看见。要不你离远点，小心都蹦到你身上去。没见过的虫子原来叫跳蚤啊。我抓到了。好，以后你就叫跳跳。对了，跳跳是吃什么的？要怎么养活呢？小姑娘，你这可不是好玩的，这玩意儿会吸血，沾上了让你浑身上下痒得不行，快，快扔掉！吸血，知道了，放心，跳跳不会咬我的。我要去其他地方逛了。谢谢你们请我吃饭，还送我好玩的虫子。喏，我也把身上的钱送给你们。他有钱，为啥还问咱们讨饭吃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真是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狗耶，好怪的狗啊！哇，它跑了，我们去追吧。哥哥，抓到了，我要养它，养大了让它当小马。笨蛋，你重死了，狗驮不动的。Thank you.
小马，金色的。不哭，你到前面去找找看。姑娘想看看什么？我这儿的货可是全得很，东西南北的特产，凡是女孩子家喜欢的，只要你报个名，我保准给你找出来。真的？说得出名字的都有？姑娘尽管开口，要知道秦川的铺子里，我说自己的货第二多，可就没人敢认第一了。这么好，那你帮我拿西边沙漠里的呱唧呱唧大眼蛙。什么？什么蛙？没有吗？那我要南方树林里的扑悠扑悠大头蛇。果然这些东西都很少见吧，我也只是在书里看过记载。姑娘，不如你瞧瞧京城三宝堂的珠翠头花，或是江都万方斋的胭脂水粉。那些我都不要。我要那边的那团金黄色的是什么？这我怎么不记得进过这样的货，哪儿来的？哎呦，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的货呀，这几盒水粉可是独一份，贵得要命，就这么撒了？毛团跑了，还能买吗？小姑奶奶，你哪只眼睛看出那鬼玩意儿是我这摊子上卖的？真个邪门，胭脂水粉被砸了好几盒。算了算了，眼瞅着不吉利，今天早点收拾收拾，不做买卖了，你走吧。哦，好吧。那毛团是什么呢？黄澄澄的，真好看。少翁偏心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起去找玉衡？好不容易又见面了，他却要匆匆忙忙离开秦川。还是娘那句话说的对，人不如心，衣不如旧。哎，几天没回家，回去免不了一顿骂。不如先去学堂躲一躲，若被问及，就说先生留我们秉烛夜谈。嘿嘿。兰师，你可来了，这几日都没见你，那山贼窝的事又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真担心你被他们抓了去。那个我此言差矣，以方小公子的本事，怎会被那些毛贼擒住？我还以为小公子是月出红尘皈依佛门，或是求仙访道去了呢。何兄此言甚妙。方小公子行事，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够参悟？你们，兰生哪里招惹你们了？每次都要挤兑他。求仙访道又有什么稀罕？这世上本就有神仙精怪，
我这回出门正是去帮一个修道的朋友。哼，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方小公子交友如此广阔，竟连修道之人也识得。小公子可不像我们，日日要发奋念书，考取功名。方老爷虽说出家做了和尚，赚的那些真金白银还不是往方家做，借着降妖除魔之名又结识了不少达官显贵，小公子那就是靠着金山银山吃穿不愁，未来的仕途也是不愁。胡说八道，方家如今吃穿度用都是姐姐姐夫经商所得，我跟着爹只不过学学拳脚功夫，从来也没见过什么大官。便是这么说，秦川又有几人会信？可惜啊，我就没这么有本事的爹。蔡之意，你蓝生，我好像看见你二姐往这边走过来了。啊？杀气腾腾，方家二姐，方家二姐啊！我想起先生让我去抄书啊，先走一步啊。我去帮何兄研墨，这笔墨可是马虎不得。正夫，你看清楚了，真是二姐。我先不回头，我们现在能往哪里逃？我进屋，你撑住。方兰生，二姐，什么风，那个把你吹来了？天又去哪里胡闹了？说。哎，痛，轻点，轻点。是先生晚间将我们留下。放屁！当老娘是三岁小孩呢，还不说实话？二姐饶命，痛死了！我说。是去城外了。哎呦，逃课跑去玩，你倒是长胆了。不是玩，而且你先把我耳朵放开，要掉。给我记牢了，下回再敢胡闹就直接拧下来丢去喂狗。是，一定记住。整天不学好，像个猴儿上蹿下跳的，若不严加管教，再几年就变成你爹那样的烂人，花天酒地，没个正经。临到老了，居然出家做什么和尚，仙娘替他伤心的还不够吗？我爹还不就是你？嘀咕什么？没有。论语抄四百遍，后天教育我。四百遍，后天，怎么可能抄得完？抄不完也得抄完，敢再偷偷溜掉，就等着嘴巴里塞满泥巴进猪笼。二姐，我是男人啊。哎，男人就是难啊，这念起来就注定一辈子难。
不难就不难，是难就很难。我大义凛然和他讲道理，反倒他揪住耳朵，痛骂了100遍呢、啊，100遍。唉，在学堂要被同学奚落，回家还要被姐姐训斥，真想把念书什么的通通丢了，离开秦川，再也不回来。难怪人家要说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要是女人都像姐姐们那样凶悍，我看我一辈子别成亲好了。千余，今日之曲如何？你做的曲子总是好听的。你天天来给我弹琴，我不能报答什么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修炼成了通天彻地的应龙，就让你坐在我的龙角旁边吧，乘奔御风，看尽山河风光。山中不知岁月，待得久了，心如沉水。弹琴奏乐，本是为了怡情，但若无你陪伴，未免也太过孤单，何来报答之说？不过你的话我记下了，纵然千余尚有数千年方能修为应龙，今日之约，永远不变。小蝉想家了，云溪哥哥什么时候能带小蝉回家呢？屠苏师兄，为什么执剑长老不许你和其他人一起练剑呢？听说你的剑术好，福居好想你能指点两招。师兄，不如我去求求长老，不要总是让你一个人，多孤单。师妹只要得了空，定会多过来陪你讲讲话。千羽，太子，长琴，小蝉。夫君，谁？是你？今日朔月，由苏家告辞，便觉头痛难当，来客栈休息片刻，竟睡着了。为何又梦到那个叫太子长琴的人？明明从未见过，梦中感觉却熟悉无比，甚至觉得他即是我，我即是他。
阿祥，定是发现了什么。多谢诸位前来，今日我家小姐抛绣球招亲，希望以此觅得佳婿。俗话说得好，姻缘由天定，无论是哪位公子接着了绣球，只要品行端正，未有妻室，便是我家小姐的未婚夫婿。孙家可是秦川第一富商，要是做了他们家姑爷，光是小姐的嫁妆就够花一辈子了吧。但我听说孙家不简单，一个做生意的，黑白两路都吃得开，这里面可得有多少弯弯道道啊。而且孙小姐体弱多病，要不以她这年纪早嫁，钱再多你愿意娶个病劳回家过？管那么多，想有钱就别怕事儿。再说了，孙小姐是正妻，又没人说不可以纳小妾。原来如此，李兄高见。孙小姐，张新之仰慕你许久，等下定要往这边抛啊。一边凉快去，就你那歪瓜裂枣样，快扔吧，快扔吧，是骡子是马，扔了就知道了。一群庸人，胸无点墨，孙家小姐才不会多礼。有妖怪，有新人进水的女妖怪啊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，我被妖怪追。摔得疼死了。这是什么？请接到绣球的公子上前几步。方兰生，你委实可恶，自家殷实还来断别人才那个路。那不是城西山上方家的小公子吗？方家，论家境与孙家倒也算门当户对啊。哎，我怎么就没这样的好运。请接到绣球的公子上前几步。是说我？自然再无他人。
公子接了我家小姐的绣球，便是孙家未来姑爷了。什么？我不是来接什么绣球的，我是为了夺女妖。对了，女妖呢？方兰生，休要装疯卖傻，得了便宜卖乖。我真的没有。打个商量，刚才的不算，我只是不小心跑过来的，不能算。能不能让你家小姐再扔一次？岂有此理，既已扔了便成定局，你这样将我孙家颜面置于何地？莫非是嫌孙家高攀？没这回事。刚刚发生什么？我怎么会倒地上？对了，绣球，那个绣球明明我接住了。你接住的？就是说嘛，我不可能那么倒霉。干妈，一开始接住绣球的另有其人，后来我撞上他，再飞过来的可不算啊。这按理说应是看谁最后接到了绣球啊。你说什么？怎能这样？这根本没道理。什么算不算，讲不讲道理啊？有兔崽子想要悔婚，先过老娘这关。能娶到我家小姐，是你这兔崽子800年修来的福气。小姐容貌可是与老娘当年一般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说不得还比老娘更胜一些。小兔崽子，我可不瞒呐！天哪！拿到绣球的又不是我。你别看着我啊！再说，你都说了容貌和你一般，这怎么可能满意？放开，别逼我动手！兔崽子不老实，竟想悔婚坏了小姐名节。今夜起你就住在孙家，直到与小姐完婚。转不生气了，快放开我！这白贵，去找我二姐，让她救我。找你二姐？当真？你也不怕烧纸还引出鬼来？啊！又想起先生让我抄的书还没抄完，先走一步啊。何兄等我。知意，白贵，别走啊。我也想起一桩急事，得快些回家。喂，你更不能走。刚才不还承认是你接住了绣球，想来这儿？关他什么事儿啊？不关我事儿，真的不关我事儿。我只是打酱油路过的。混蛋，居然让本少爷替你背黑锅，给我等着。少侠，百里少侠。帮我一下，念在我们曾有患难之情，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木头脸，你这个见死不救的家伙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啰嗦什么？跟老娘回去。散了，幸好那绣球没落在我身上。
方公子与孙小姐实是天作之合，令人羡慕。姐姐，你说孙家小姐真和那奶娘长得差不多吗？我怎知道，披着盖头谁又看得明白。若真是那样，就苦了方家那眉清目秀的小公子了。要你多操心吗？走，没热闹好看，咱们也回家去了。想琐事之处便是前面了。